今天吃个啥呢？吃个排骨面吧。为什么排骨面里没有排骨呢？算了，还是我自己蒸点排骨吧。工资一千八，你的工资一千九，那又怎么不同？还不是一样穷？再穷也有你，有你陪我吃泡面已经足够。我的泡面充起了泡面，吃泡面我的最爱，再穷也要和你家大台。Nice.